南投县政府建设处即个请到玻璃顶公所以及国有财产局的人员来到广府开会，针对复兴农场开发案、土地征收以及以后管理权的区分，要来做一个协商。今天哈，我们请埔里镇公所跟国有财产局哈来开这个复兴农场开发案的一个区段征收其中的一项议题哈，是公有土地的部分如何处理。埔里公所它管辖的比较大的地方，可能有4.多公顷是它的棒球场还有储坑这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答应公所同意出具同意书。给我们南投县政府做开发。官府希望在开发完成了后，各单位会当合法管理，带动地方的发展。开发完成啊、会把棒球场、除坑这个部分这些公共设施登记做埔里镇公所为管理机关啊、大概我们就是在确认这个以后开发完成的权利义务的问题。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大家做会交换意见，也提出地图来做明确的区分，就是希望在将来大家当互相配合，做好地方。那我们这个区段征收计划书，我们预计在10月底之前啊，我们会把它送到内政部地政司啊做审议的工作。那这部分我们后面还在跟中央在催办一些进度。广府表示，计划书预计在10月底会送到中央审查，假使若顺利，希望明年就会当开始动工，促进地方的发展。记者吴玉麦采访报道。